一下九等了，九等，十一等，然后再来找你。十三等，快可以了。这个，十四等，十八等。我的天哪！买经验瓶吗？好浪费哦，经验瓶啊！看他为什么卖兔子脚啦？北七耶！哦，腐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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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附魔书合起来很花，对啊，很花。没办法，为了那个该死的那个龙岩史莱姆，我们要让自己变强一点。来来来，你好。专家离大师又有一个等级在哦，我要换什么啊？荧光石不要，换红石浪费，换哦，好像只剩红石可以换，红石跟青金石好换的。好，先去睡觉。八点也要玩啥？没有欸。没有队友跟我猎龙，我不知道猎龙你们也看不懂，那估计在玩这个吧，超可怜哦，速度要水，然后利用今天那个。那个方法真的赢这个超快的，我只要在这边叠一个方块过去，然后上面放矿车嘛，然后我就是站在这边，然后视野距离拉到2就升怪了，有看到？惊了啊！然后我想说奇怪，怎么怪不会升？结果发现怪都升在下面，唉。今天下午那个方法真的很好玩欸，嗨皮手吗？不要，嗨皮手都嘛被你们欺负。我觉得这等级弄一弄也可以要弄到八点欸，我的天啊！聊天台可以啊，欸，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我弹一次给你听哦。这首，好，开始哦。白痴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哦，他白痴哦，我真要骂人呢。骂人是骂这个啦，刚刚不给我用，现在才好。九等，要十八等，要十八等。啊，还是我铁针带去地狱用啊！打怪打一打，打到升等，等级一升就拿来用。哎咻，十四等，差四等。啊，今天不是有问我说最近在听什么歌吗？我就到处听啊。
愿与爱与不爱，你先把东西存一存，用不到的。这个可以先存了，尖刺三。染料。看来那个什么钓鱼机该挂的时候还是该挂。你看这几天就是没有挂钓鱼机，等级才会卡住。换了没？还没。等一下，那脚下是不是有窟窿啊？我听到咔咔声呢。好了哎、欸，感谢我委托人设一张多少？我最近真的没空画图哎、欸。最近有隔壁台的要画个封面图，我都没空画了。通常来讲，我一张人设是500啦。那个如果是创作一个人设出来，那价钱是另外算。因为有些是没有人设，请我那个画一个人设出来。今天炒饭来治愈我，今天有炒饭来治愈我，哈。起头昂大雨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开始，我还没用闪亮的歌声开始现场演唱啊！好了，可以了，不是啊，不是刚刚叫啦，我是说18等了，我真的最喜欢附的就只有鞋子而已了，有轻盈就够了，超耐摔啊！这个下一个等级多少？16等，哎、欸，弄完还要弄个。不死克星哎、欸，我的天啊！哦，食物语哦啊，好吧。涨价了。你长屁呀、啊！哎、欸，你长什么？我有打到你吗？没有啊。他涨价哎，凭什么？找其他人不找你？教主真的8点就开钢琴？没有啦，等一下，有的时间是弹琴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骨头就不能跟村民交易哦？好像还是没有装进来哦。骨头只剩下撒骨粉的功用吗？不跟你换了，垃圾。没有哎、欸，还没有哎、欸。换什么？换这个。经验瓶，哦，来撒经验喽！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换经验瓶是最亏的哎、欸。应该不是只有我这样觉得吧？还是你们觉得撒经验瓶很划算？虽然这个。绿宝石的量真的可以挥霍，不跟你换，不能换了，拜托，再给我，拜托你哦，烦呢、欸，
22吨，那用裤子了。好，剩下帽子要22吨哦，帽子要22吨，我们直接去练吧。等一下，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们的这把刀，这把刀要那个不死克星，不死克星，不死克星五，然后掠夺，掠夺。修补，9等，6等。可以再玩一下。嘚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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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嘚，可以交易了吗？耶！还不行，你嘞？不行，你嘞？长屁长哦！拿纸交易。雪兔最近广告多了黑粉帮，什么黑粉帮？你是说睡啦？那个没办法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十十一十。不死掠夺修补，这样就好了吧？哎呦，没事，吓一跳跳而已。哎、欸，肉快吃完了。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肉快吃完啦。再是这两个合起来要多少？16等，好像可以哦。我们喝完这个就去地狱吧。我好不习惯这个 OBS 聊天室不在的画面哦、喔，我看一下好了，好调这边好了。哦，又可以弹琴了。现在就是因为他们还没好，来喽。这首歌，
哎、欸，他那里噔噔噔。好耳熟，但是忘了歌名了，可能是凤梨披萨，什么东西？有听过就好啦。哎、欸，刚说几等？16等吗？很小你。我是真的可以吃凤梨披萨，所以其实跟那些不能吃凤梨披萨吵的，我就觉得啊，本来就有些人可以吃啊，啊，不是之后还有 po 什么凤梨披萨就像是你们台湾的珍珠奶茶加在饭上面吧？我说，可是我好像也可以耶，你懂吗？就是我其实是可以吃。就是把珍珠加在食物上面的，可是你不能就是故意去加一些明明就不好搭的东西，那个我就是觉得那就是你很刻意啊。不是啦，这首叫真心，是那个啦，183的歌。珍珠奶茶饭，怎么讲？你就想想看，你可能就只是吃个珍珠奶茶，不是，你吃饭只是然后边喝珍珠奶茶的感觉啊，这样还 OK 吧？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能搭，你等于就是你吃个饭就都不要喝汤，喝汤喝吃配料这样子啊，对吧？你这样等于也是。把东西全部混在一起吃啊！OK， 然后把这个挖掉，我们带去地狱玩。我刚要烤鱼吼，忘记烤。聚聚，鱼快吃光了。鱼快不起来，韩国鱼快不起来。虽然不想面对，但是来吧。看到没有？一个萝卜躲在这里。我煮咖喱的时候会自己配香料下去煮，配什么香料啊？番茄酱。这首就是这首歌啊，我怕播出来又有版权，看气死。这个。多给我一些片段，拼凑未知的意外，失去记忆最初的爱。
嘿，这首。等下，不好意思，这部影片又有版权喽。唉，残念什么？阿德鱼烤好了没啦？啊，其实这一个偶像剧我没看呐，我只是听过这首歌而已。啊，最近无聊剪片在听的歌，就都播回去那个啊，花香啊，那种以前70年代的歌啊，就5566啊那些。就播回去，所以就哦，想说啊，这首好耳熟，先加歌单再说。茴香迷迭，这是要卤蛋吗？什么卤蛋？哦，不要，要加茶叶蛋。嗯哼嗯哼哼哼哼，主要是之前是听那个啦，《迷人的危险》，听一听，听到这首歌会跑出来，因为《迷人的危险》是那时期。哎，不对哦，《迷人的危险》不是那时期的哦。当你的泪水划过车帘，啊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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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我们去地狱玩。地狱应该有。看一下，欸，猪人的声音啊，来找。该与该与不该。下面夜妹，茶叶蛋就不会放八角吗？会啊。林文婷安安，你等一下不要看聊天室，看到又掉下去了。哎，今天下午没跟台的，那个今天学到一个东西，就是你在生怪的附近，把视野距离调低，怪就会生在你附近了，真的超好用的。我今天还跟人家赌说，怎么可能玩那么久都没有这个东西，结果。嘿、hey, ，我又在那个实况台上跟人家道歉了。茶叶蛋哪有在放茶叶的？哪有放卤包什么鬼东西的？真的茶叶蛋根本没什么茶叶好吗？吃到后面的茶叶蛋都感觉在吃酱油了，酱油蛋。不死克星 ，OK。该与不该。好的。一下两下。啊，反正都是两下，随便打啦。等一下。我刚看到两颗头。哦，一颗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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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爱的能量，该与不该，嗯，所以我们要先打到，哇，一刀一个才正确嘛，啊，
可是打其他就要打好几刀，气死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好了，看好、喔，今天下午是这样子玩的，来示范一下，躲到这边来，然后把视野距离